市集有个老外大声的用着带点声色又有点喜感的中文在叫卖。这是干的，好吃好吃的山椒拌蛋糕，好吃的巧克力拌蛋糕。这个是山椒拌蛋糕，巧克力拌蛋糕。哦，拌蛋糕。啊，山椒拌蛋糕无胆。大方不扭捏，这位是来自意大利的李大千，卖的是他的手作甜点。尤其是这个在台湾不多见，但这却是李大千从小吃到大的妈妈牌甜点萨拉曼。85%的黑巧克力是李大千特地从意大利家乡采购回来的原料。已经隔水加热融化的黑巧克力和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之后，塑形成长条状，再用棉线捆扎，最后放到冷藏定型就完成。萨拉妹的英文跟外形都因为和腊肠一模一样，总让人傻傻分不清楚。这个源自于意大利以及葡萄牙的甜点，其实和肉完全无关。You can find the butchery shop in the shop for salami, prosciutto, ham, but this one is only chocolate without any meat or other ingredients.李大千在来台湾之前是化学皮革公司的业务，空闲时就靠着妈妈的手作食谱一解自己的思乡情，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上烘焙之路。而远在意大利的妈妈看见儿子竟然可以把自己的食谱做成一门事业，惊讶不已。现在3不5时就手写下私房食谱传给儿子，要为他的菜单增添新意。I'm lucky because I transform one passion in one business, and not so many people are so lucky in the world. So for me, it's just my passion. 把兴趣变成事业，把日子都过成是甜的。李大千希望有一天可以带着妈妈来到台湾，看看他的食谱如何成为台湾人喜欢吃的意大利甜点。